接着看中风禅师的开始。啊，昨天讲到，呃，心佛众生啊，心呢，讲到圆律心呢，灵知心。 那么这是个名词啊，最重要的，我们要了解名词的含义啊。宇宙万有这些现象从哪里来的？啊，虚空从哪里来的？ 法界从哪里来的？刹土，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太空当中啊，许许多多的星球，啊，这无量无边的星球星系，啊，在佛经里面称为刹土，啊，从哪来的？众生从哪里来的？啊，有情众生、无情众生从哪来的？ 能生万物啊，虚空插头万物啊，一切众生的能生，我们就叫它做心啊。所以这个心不是我们身体里面这个心脏啊，这个心脏不能够生天地万物啊，能生。 佛家佛经里面讲能现，啊，他不讲生，讲现，讲现这个意思比生好啊，因为能有生有灭了，我们都误以为它是真的，能现呢，啊，那这就是虚幻的啊，像我们看电影，这个银幕上能现，啊现。 现象啊，不叫生啊，所以这个“现”的意思好，叫能现，或者我们讲能生啊，哎，这个东西呢，我们就称为它做现啊。那还有能变，这个现象千变万化啊，能变的是什么呢？能变的，我们叫它做实。 舍跟心是一桩事情啊，就是这个心呢，不带妄想分别执着，称之为心；要带着妄想分别执着呢，我们就叫它做实。啊。那么在佛法里面也常常讲真心妄心。 啊，真心不带妄想分别之主，啊，实性呢，那就是夹杂着妄想分别之主，啊，这叫妄实，啊，这桩事情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我们就知道宇宙诸法的实相，啊，经常讲的。 诸法实相，啊，宇宙万有的真相，我们就搞清楚了。所以，禅师在此地给我们做了一个总结，啊，是以佛界众生，众生皆佛。那就是说什么？心即是实，实即是心，色心是一，不是二、啊。 啊，迷了的时候叫做觉，啊，就是叫做实啊；悟了的时候叫做性啊。啊，这个里头只有迷雾，除迷雾之外，什么都没有啊。啊，所以，啊，这个呃，这个里头的字啊，啊，诸佛物之，假名为心；众生迷之，变成妄识。啊，是以佛即啊，佛即众生，众生皆佛。 这个众生是指的有情众生啊，但是后面这个呢？且心外无佛，也无众生呢？那这个众生范围就大了啊！这个众生是包括所有一切众缘和合而生起现象的，都称为众生啊！连虚空也是众生，众缘和合而生。 这范围就大了，所以它这个这个字里行间，我们要晓得，啊，字是相同，名词相同，在某一个地方解释不一样，啊，它包括的范围不相同，啊，所为迷雾之有见，这个见就是差别，啊，间隔就是差别，啊，实在讲迷雾有差别。 故凡生而迥异呀、啊，那么这才说凡说生。啊，迷就是凡，悟就是圣，啊，凡圣是一不是二，啊，还是我们这一个人，我现在很没悟就叫凡，哪一天我觉悟了，我就叫圣，啊，悟是是是这个人。 迷也是这个人，啊，所以在一切静缘当中，没有迷雾啊，迷雾在人呐，啊,啊，人有迷雾啊，外面境界没有迷雾。 啊，那么再说的亲切一点，啊，那个意思就更深了。实实在讲，也更不好懂了。迷雾在自己，不在别人。啊，就是自己一个人啊。外面境界不但是无情的众生没有迷雾，有情的众生对我来讲没有迷雾，那迷雾是他的事情。 啊，对我来讲的时候没有，这个理很深，这个是事实真相。啊，细心去参究，啊，希望你能够悟明这一个事实真相。七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。 这一句是把心佛众生的关系给你搞清楚，啊，什么关系呢？一二三三个而已。心能心能变，啊，众生跟佛呢，心所现所变，能所是一不是二啊。 能县里面没有迷雾，啊，这个一点啊，这个、也知道，啊，能县里头没有迷雾，啊，所县里头也没有迷雾，啊，但是能变所变里头啊，就有迷雾了。 所变是妄心呐，啊，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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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呃，能能变的，能变所变是妄心妄境呐。所能现所现是一真法界。啊，这个要搞清楚。啊，然后我们修行就懂得了要修什么了。 怎样远离能变所变？怎样保持能现所现？那功夫就在此地啊！真的切入境界之后了。 能所不二，能现所所现不二，能变所变不二，能现能变不二，所现所变不二。那恭喜你入了不二法门这是这是化身菩萨的境界了。 啊，就是华严里面讲的不思议无障碍的境界了，啊，离无碍，是无碍，离是无碍，是是无碍。为什么是无碍？四是虚幻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所以它没有障碍。啊，这是。 最后结论告诉你啊，幸福众生三无差别，这平等性现前了，无障碍的境界现前了。永嘉云，啊，永嘉禅师《正道歌》里面两句话，说：“梦里明明有六趣，觉后空空无大千、啊”呐。 迷的时候，啊，就是为时所迷，这像梦境呢。觉了以后，明白了，恍然大悟了，好像做梦啊，醒过来了。这一醒过来，梦中境界没有了。 要一醒过来之后，不但六道没有了，十法界也没有了。六道十法界都是梦境呐、啊，不是真的，妄实所变的啊。他的体是一真法界。 啊，他的体是一心不乱。以我们净土宗啊净土教来说，一心不乱是觉悟啊，啊，三心二意是迷惑、啊。这是把诸法实相啊啊，究竟是一回什么事情？ 这概率的说出来了，啊，虽然说的不多，但是讲的很清楚、很明白，啊，我们不容易理解，而意思太深，啊，这个不能理解没有关系，天天就读，天天有机会去听。 时间久了，你的心定下来了。最重要的是，心定下来，就开智慧，你就会听懂了。啊，这个心浮躁啊，听不懂。啊，心要清净呢，就听懂了。啊，你就能体会了。啊，静能生慧呀。古人有比喻。 灯，灯要是动、晃动，照东西就照不清楚。啊，水要是有波动，啊，照这个外面的境界也是支离破碎。啊，所以“静”这个字非常重要。啊，怎样能保持自己？ 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，如如不动，如如不动是真心用事啊！这个要练呐、啊，这练功啊！啊，练功就是修行呐、啊，哎、啊、呀，真干呐、啊，怎么干法呢？啊，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，练，练不起心，不动念。 不分别不知足啊，这个方法呢，就是法相宗里面转八十成四智，它就是这个转法。啊，学者不起心不动念，啊，不起心不动念就是不用第八识，不分别就不用第六识。 不执着就是不用第七识，你只要不用它，立刻显示出来的真心用事啊！阿赖耶识变成大圆镜智。 真实智慧清清楚楚明明了了，第七识变成了平等性质，啊，没有执着，万法平等。第六识变成妙观察智，就转过来了，就是这么转法了。啊，这才起心动念就完了。 又落二三了，那这就变成众生了。佛跟众生差别就在这个地方。佛与法身菩萨，他们有这个能力，决定不落二三。这个不落二三，就是决定了，不会有妄想分分呃，不会有起心动念分别之处。 啊，起心动念是属于妄想。既然如是啊，在金云：“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记录，其土有佛号阿弥陀，今现在说法。”这是佛经上说的、啊、佛经上讲的这一段，这是四啊。 啊，事与理决定相应。啊，事不违背理，理决定不碍事。啊，理是不二啊，有理当然有事，有信当然有相。啊，你搞清楚之后呢，然后你才晓得这些现象，总不出唯心净土啊，本心弥陀。啊，本性就是自信，所以。 西方极乐世界净土，是我们自己真心所现的啊！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，是我们自信所现的啊！自信所现的刹土，所现的如来。 我们哪有不能亲近的道理呢？我们的关系太密切了嘛！啊，所以你一定要相信，我有往生之分。啊，前面大师叫我们相信这个信，啊，信。 确确实实有西方极乐世界。第二，要信西方极乐世界确确实实有阿弥陀佛发愿戒淫、十方有缘的众生。啊，什么叫有缘呢？能信能愿，能执持名号，这叫有缘。 那我们今天，我信，我能信，我发愿，我一天到晚念阿弥陀佛，我跟我就是有缘呐。啊，我就肯定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分，由是而至啊，寂静现行。 啊，基于这个道理，我们就应当明了。先秦王陵。其生也莲花朵朵，其末也行树重重。 啊，这两句话说的什么意思呢？什么都不离开极乐世界，真的没有离开。啊，问题在哪里呢？问题在觉迷。啊，你要是觉了，啊，就是啊，当初就是啊。 要是迷了呢？西方极乐世界你找不到啊,啊！无聊，无聊，当下就是啊！无一识不达联邦啊，无一念不忆慈父啊。联邦是极乐世界，慈父是阿弥陀佛啊。我们今天恳切期望的。 就是，希望啊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。古时候，死心禅师就是彻悟。啊，这个修，呃，修净土的同学啊，有不少人念过《彻悟禅师语录》。 啊，我说的，就是这个人。这个人从禅宗里头大彻大悟之后，哎，劝学禅的人要念阿弥陀佛。啊，他说参禅人最好念佛，什么原因呢？恐怕这一生当中啊，没有办法大彻大悟。 禅要没有大彻大悟，出不了六道轮回啊！还要搞生死轮回，这就错了啊！所以，必须要借重啊阿弥陀佛的愿力，戒因往生呐、啊。他说：“你。” 假如肯念佛，啊，能信能念的，能念佛，要是不生净土，老僧当堕八十地狱。他给我们做保证呐、啊，这个法门真的是万修万人去。 那么现在为什么念佛的人多，往生的人少？他念他不如法啊！他根本不懂得这个念佛的道理啊！念佛的方法，他不懂，所以是有口无心呐，他不相应呐啊！如果你这些事理境界都清楚、都明了， 如理如法，啊，一个都不会漏事的，真的是万修万人去。这段开始，到这个地方也告了一个段落，啊，我们再看下面。 他给我们做总结：神如是，且到立此幸福众生外，别有商量处也无呢？啊，神是仔细、审查，啊，也就观察。 前面所说的理事，你都明白了，都清楚了啊！现在要问了啊，切到利慈幸福众生外。 别有商量处也无啊,啊！啊，离这个心佛众生之外啊，还有什么呢？这一句说尽了、啊，心佛众生把整个宇宙一切万事万法统统包括进来。 这个手段，是禅宗的手段。啊，就是问的是你会吗？啊，给你讲的这一番大道理，你听了之后，啊，会吗？你能体会到吗？你真的明白了吗？ 禅寺后面有一首偈啊：“大圆镜里觉先爱呀、啊，大圆镜是心性的心性里头无有一物啊，啊这个。” 六祖在《坛经》里面讲的很好啊，“本来无有”，大圆镜是真心，真心里头本来无有，爱是尘埃。心是很少很少，啊，一丝毫尘埃都没有。 真心呐、啊！这一句讲的是体，是理啊，真心本性。下面一句讲事现象，有理一定有事，有信一定现象。 啊，现什么像呢？病藕花中有生态、啊。这是说西方世界切保持中，这四句即是教导我们呐、啊。 我们这两年特别提出“纯净纯善”，啊，我们的心要纯净，我们的行要纯善。啊，纯善、纯净、纯善与信德相应呐、啊，与弥陀相应啊，与净土相应呐、啊。 啊，这是讲西方极乐世界七宝莲池啊，并购花中有神台啊。我们这里发心啊，七宝池里面就长一朵莲花啊，莲花上有我们自己的名字啊。我们念佛的功夫越勤。 莲花越来越大。啊，什么时候你退心了，或者改修别的法门了，这个莲花就枯枯掉了，就没有了。西方极乐世界一切法都不生不灭，唯独确保宝的时候莲花有生灭的现象。啊，你看到这个莲花就哦，知道啊有一个人真正发心。 啊，想生极乐世界，过几天那个花没有了，啊，知道这个人退心了，啊，改变念头了，啊，什么时候发心，莲苞什么时候就出来了，啊，那么这一句，是，就像经上讲的。 晋级光通啊，所现的清净宝相啊，啊，这是真的，这是我们自己可以得到的，不会失去的。啊，在这个世间，什么都是假的，只有这一桩事情是真的。所以，假的你要知道放下，要知道舍弃。 这个事情是真的。遥望金沙池沼外啊，啊，西方极乐世界距离我们有十万亿佛国度。啊。我们现在是凡夫啊，啊，不能没有到达到达那个境界。 所以，空间还是有远近啊。到达什么境界没有远近呢？见性就没有了啊。明心见性的时候啊，远近就没有了啊。我们没有到达这个境界，遥望金沙池沼外呀，这是七宝莲池之外呀、啊。 这个七宝池，宝池得水，啊，八功德水，啊，莲花，宝光常照玉楼台。七宝池外，啊，是王僧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花开见佛。 他们自行画他啊，清净如来，广度众生的活动场所啊，啊，用玉楼台来形容。 那么，下面回归到正修啊，这一段开始是唤醒大家的迷执啊，真正醒悟过来了，一切。 妄想分别执着，自然就放下了。啊，这放下之后啊，我们的功夫就得力了。啊，一声佛号一身心呐，一念相应一念佛。啊，继续要念佛。 啊，那么现在我们的习惯，啊，在这个时候我们绕佛，啊，绕念千身呢，这是正修。啊，嗯、啊，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阿弥陀佛。啊，念一千身，这是正确的标准。 然后接着，啊，三称观世音菩萨，啊，那么观世音菩萨，那么大势至菩萨，那么清净大海众菩萨，各三称，啊。这个佛寺完毕之后，啊，念佛完毕之后。 下面接着，啊，第二番的开始，真正是苦口婆心呐，这个法师有理有实。 相辅相成，啊！念佛成就三昧，开示是开启智慧，所以这个法事是定慧等修，福慧双修啊，啊，非常殊胜。 一定要诚心诚意啊，去修。请看下面这方，这个这个开始啊，也是法院啊，法院开始。少放三世佛，阿弥陀第一啊，这个我们可以从《无量寿经》看到。 世尊在《无量寿经》当中赞叹阿弥陀佛，啊，称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，啊，释迦佛这样的称赞阿弥陀佛，受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，跟释迦没有两样。 释迦是一切诸佛的代表，释迦佛这样赞叹，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赞叹，啊，这是我们一定要肯定的，十方三世佛阿弥陀佛，啊，这个话不是随便说的，不是我们修净土故意赞叹净土，不是的，它是真的。啊，为什么要赞叹？啊，这样的赞叹。 那这些大经大论里面讲的太多了，《欧耶大师要解》里头也说的非常清楚啊。阿弥陀佛，第一殊胜不在十八图啊。 也不在方便土啊，就是在凡圣同居土。他的凡圣同居土设计的太好了啊，能令一切业障深重的众生，他能带业往生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阿弥陀佛四十八愿。 威神加持，啊，使他得到的受用，啊，修学的环境，等同七地的菩萨，啊，所以介绍阿维月智菩萨，这是一设防一切刹的这都没有，只有极乐世界有啊，一切诸佛称赞他。 一切诸佛刹土里面都有六道众生，六道众生很不容易成就，所以一切诸佛如来都讲净土三界，都劝他那个刹土里面六道众生念佛求生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。所以极乐世界就好像。 一切祝福，共同建立的一所佛教大学。啊，佛把他自己的弟子们通通都送到那个地方去念书，啊，阿弥陀佛是那个学校的校长啊。这个校长好啊，会教啊，啊，所有一切祝福都尊敬他，都佩服他。 注意从这个比喻里面去体会，啊，才知道这个称赞不是虚假的。啊，九品度众生，未得无穷尽早年有人说，西方极乐世界不能待业。 啊，只可以宵夜往生，不能待夜往生。这一个言论震动了，几乎是全世界的念佛人啊，引起一阵惊慌啊。 不知所措啊！那不待业怎么办？那我们念修这个法门，不等于零啊！啊，实在讲，在今天末法时期，如果不是待业往生，无论修学哪个法门，没有一个人能成就。为什么呢？你的业障习气消不掉。 亿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个，所以不带业往生呢，就不能普度众生了。啊，那你们看看九品度众生，他带不带业？如果不带业，哪来的九品呢？啊，九品不就是跟你说吗？带业有多少不同啊？ 一瓶烦恼都没断，念佛也能往生呐！啊,啊，生凡圣同居土啊！所以，西方世界跟一切诸佛刹土比，他的凡圣同居土是无比的殊胜。 啊，我们在经论里面念的很多、啊。西方净土一生一切生啊，你在凡圣同居土里面，你能够亲近观音、识至、文殊、普贤这些法身大士。啊，那么在他方净土里面，这些大士。 他们住十宝庄严土，你要不能进十宝庄严土，你见不到他们啊。但是在西方极乐世界，凡圣同居图也一天到晚跟他们在一起啊。这个是无比殊胜的，啊，九品度众生的，未得无穷尽的啊。那么这些书生是阿弥陀佛。 四十八愿威德加持的啊！我今大皈依，忏悔三业罪啊！我们今天遇到这个缘呢，《弥陀经》上说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 啊，我们今天遇到这个原因。啊，善根是什么呢？能信，能发愿，啊，祈求往生，这是善根。福德是什么呢？福德是念佛，多舍六根，净念相继，这是福德。 那恭喜你啊！你就脱离六道轮回了，你脱离十法界了，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啊！九法界众生，这个这个法门不但多人，都出生道啊！你们看看净中有一本书叫《我有如此》，这本书。 专门记载畜生念佛往生的，卧鬼念佛往生的，甚至于还有地狱念佛往生的啊，真的是啊，普度众生呐！啊，我们今天遇到了。 遇到要发心了，大皈依忏悔三业罪啊，如同前面普贤菩萨忏悔记里面所说的，忏悔从内心里面发出来，真的忏悔。 三业罪里头最重的罪是什么？给诸位说，不是杀生、偷盗、淫欲，不是，不是的、这个，最大的罪是不相信净土啊！为什么呢？你就不能往生了，你这个机会当面错过了。 你要知道，佛在经论里教导我们，无逆食物。你看这个罪多重啊！杀父母，杀阿罗汉，触佛身血，破活合山 不得了的罪呀、啊！果然忏悔，回过头来念佛，都能往生。啊，所以最大的罪过啊，你决定不能往生的，是你怀疑，你不信。啊，这个罪过太重太重。 我们今天这个忏悔三业罪也着重在这一点呢。不肯念佛，不相信念佛了。啊，那我们现在有没有这个罪呢？过人自己反省。 啊，我们常常想着觉明妙行菩萨的教诲，啊，他这些话在西方确指这个小册子里面，啊，他教导我们念佛，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，啊，那我们没有做到，就有罪呀。 这个罪业，叫我们这一生当中不能成就啊！我们忏悔三业罪呀、啊，要把这个摆在第一啊！真正做到不怀疑、不夹杂、不间断。啊！我们念佛，口里面念佛啊，可以断；心里面的念佛。 不能断呐！啊,啊，口念要看什么场所啊，有些场所不方便，但是心里面的这个佛这个佛号从来没有间断。啊。 我这一生当中见到一个人，啊，从来没有看到他间断的时候，啊，给我印象很深的张家大师，他老人家不是鸟，是池中 啊，他金刚指在任何场合当中不妨碍别人。啊，他的口动，手拿着念珠动，手动口动没有声音。啊，我们去看他老人家，啊，他给我们谈话，啊，谈话的时候。 我们明显看到他手不动了啊，他拿着念珠不动了。他跟你讲话，话一讲完之后呢，哎，他马上就结束。从来没有看到他有改变的样子啊，真的他已经成了习惯了，他心是定。 啊，心是清净啊，李老师曾经清近过他。啊，我当年到台中清近李老师，啊，谈到过去，过去我只一个老师嘛，张家大师教我三年了啊，他对于张家大师很佩服，他说张家大师他的境界。 我们是凡夫啊，不能够测度他。啊，他说从他的行持上来看呢，无论怎么观察，他在定中。啊，他说是不是开悟我不知道，但是这三昧呀、啊，那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 他确确实实，行住坐卧都在定中啊。他的功夫啊，那我们不晓得他睡眠，我们就不知道了啊。你无论在什么场合当中见他的时候，你仔细观察，他功夫不间断，他不受干扰。 啊，无论是什么环境，真的是善缘恶缘，呃，逆境顺境，与他毫不相干。啊，他掐他的猪，念他念他的咒，那、啊、不出声音，真忏悔呀、啊！啊，忏悔要拿出行动出来。 不是在佛菩萨面前呢祷告祷告啊，说我忏悔，求佛菩萨赦罪呀，不是这个意思。那那个是忏不了的啊。理一定要懂啊。张家大师教给我修忏悔法啊，怎么修法呢？后不再造，这叫真真忏悔。 那么念佛就是就近忏悔啊！我们二流时中心里佛号从来不间断，因为你佛号不间断，你就不会有妄想，你的烦恼就佛住了啊！佛号一断了，妄念起来了啊！妄念就是罪业啊！你的意在造业了。 一造业，牲口，啊，自自然然就跟着造业了，啊，所以就近忏悔法就是多舍六根，今年夏季，那是真实就近的忏悔法。我们继续看中风禅师给我们的开示，啊。 前面我们念到“我今大皈依，忏悔三业罪也。这一句，在念佛人来说呢，就是我们称念六字红名。南无阿弥陀佛”，“南无”就是皈依，“阿弥陀佛”。 就是真正忏悔灭罪，在过去佛门，特别是净土中，要求学人念念。 心里头有阿弥陀佛，啊，要养成习惯，就是平常，啊，与一般人接触，啊，甚至人家称你的名字，啊，怎么回答呢？都回答阿弥陀佛。 养成这个习惯，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什么都没有，几乎啊，变成佛门的一种规矩了。啊，有心求往生的人。 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福慧增长啊！没有意思求往生的啊，甚至于不学佛法的，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了，生福报啊，灭罪生福啊。 无量无边的功德了，非常可惜呀、啊。他不懂，他不知道，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他不知道修啊。啊，这什么原因呢？迷惑啊，迷失了。 因为阿弥陀佛是自信的德号，啊，是真如本性的本名。我在前面讲过，一切诸佛的本名，不可思议啊！我们修净土的人，知道的人也不多。如果真的知道啊！ 他会保此一句，他会把这一句名号当做无上的珍宝。事出世间没有一法能跟他相比。啊，你只要一直念去，啊，那真的像张家大师以前讲的了：佛是门中有求必应。你看看。 求往生，求成佛，都那么容易得到，何况世间所有一切诸法啊？真正是有求必应的啊！问题念到什么程度呢？要念到不怀疑、不夹杂、不间断。 你在这一生当中，真是这个灾难很多。现在世界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啊，事事称心如意。我讲的话，句句都是真实话了。 你现前就得到一切诸佛护念，一切众神拥护。这个两句利益无边呐，胜光无际。 啊！但是往往一般学佛人呢，疏忽了。啊，这不顺便就带过了。啊，这是业障深重之所致啊。下面说：凡有诸佛善智心用回向啊，这是我们。 在日常生活当中所做的佛善其的善心善念善行，为社会、为众生修复。 啊，所以福报，记住，不要自己想啊。啊，自己的生活、啊、苦一点好。啊，好在什么地方呢？对这个世间没有留恋的心，常常有处离心。啊，对这个世间不起贪爱、啊。 所以，有福报的时候要分给众生想。要帮助啊苦难众生。这个帮助里头最重要的，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。这比什么都重要啊！啊，因为破迷开悟啊。 他才能够断恶修善，他才能够聊生死出三界啊，彻底摆脱了一切苦难。其他方法做不到啊，这叫佛事。 啊，佛事是大智大觉之事啊，不是小事啊。有福，如果自己想，很容易迷惑，啊，人一想福就迷了，就颠倒了。 啊，就造恶业了，就堕落了。啊，福报给大家享。啊，自己每天吃饭，设无求饱，不要吃的太饱，太饱昏沉。 绝不贪图饮食啊，饮食是对自己这个身体能量体力的补充，啊，够了就好了，也不要太过分。一切随缘呐。想到释迦牟尼佛当年是托钵、啊，人家给什么吃什么。 啊，没有什么欢喜不欢喜的，没有。啊，心里头还是一句阿弥陀佛，好吃的阿弥陀佛，很难吃的也是阿弥陀佛，这样就好，消业障增福慧，智心用回向，智心是真诚心，啊，诚心诚意回向。 啊，前面我们讲普贤十愿说过了，回向菩提，回向众生，回向世界。啊，那么我们今天呢，回向众生，回向极乐世界。啊，愿意持功德庄严佛净土。啊，念念不忘。 求生西方净土，念念不忘清净阿弥陀佛，啊，愿同念佛人感应随时现呐，啊，只要真诚呐、啊，啊，李老师给我四个字传授给我的，至诚感通，啊，真诚到极处。 啊，这就是能感，诸佛菩萨就能应了。啊，感应随实现的，啊，这个就是世俗里面讲的佛菩萨加持、佛菩萨保佑。啊，随实现。一切时一切处，没有离开佛菩萨，我们心里头有阿弥陀佛。 一切时一切处没离开，一切时一切处佛菩萨照顾。林中西方净，分明在眼前。在中国，第一个提倡念佛求生净土。 是东晋时代，慧远大师啊，他在庐山建一个念佛塔。集合志同道合一百二十三个人，不下山呐、啊，以湖西为戒。 啊，志同道合，念佛求生净土。啊，他一生当中三次见到极乐世界，在定中见的，但是从来没有告诉过人。啊，秘而不宣呐、啊。 所见到西方极乐世界的状况呢，跟《无量寿经》上讲的一样。往生的前七天，阿弥陀佛现在他面前，告诉他：“啊，你的这个敬业。” 已经成熟了，七天之后，你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阿弥陀佛来接他。啊，到第七天，果然阿弥陀佛来了，观音示之。还有联社里面以前往生的几个人，也站在阿弥陀佛的旁边。 这个是员工自己对大家说的啊！说完之后，他坐在那里走了，没有生病啊。连是当时这一百二十三个人。 几乎通通都往生了，不可思议啊！所以人从初发现就不相同啊。这个这个呃，这个员工啊，从小那是聪明绝顶啊。 传记里面记载，啊，他儿童的时候，儒家的六经，他就读得很熟啊。不但熟啊，他还能懂意思。啊，十几岁的时候，好像十三岁闻到佛法。 啊，亲近当时道安法师，啊，听到安法师讲这个《呃般若经》，开悟。开悟之后，他发心出家。啊，以后在庐山建这个道场。啊，这是净土宗的第一代祖师啊，开山的祖师啊。 确确实实，啊，这两句话要给我庐山念佛堂呢，那就是完全相应。愿通念佛人，感应随时现；临终西方境，分明在目前。这个诗句啊，啊，古来的大德。 特别是净土中的这些祖师大德们，乃至于在家的居士大德，给我们做非常好的榜样。啊，《净土神仙录》《王僧传》里面，我们都看到啊。只要真正念佛，啊，把这前面两句真能做到。 我今大皈依，忏悔三业罪，啊！一居阿弥陀佛实心念去，啊！决定不再夹杂任何法门，一心念去，没有一个不往生的、啊。 今天印光大师教导我们，啊，他说的非常好啊。在现前这个时代，建道场，道场再小也是十方道场。不要有私心，不要有自私自利。 啊，无论是哪个地方来的，只要志同道合，真正修净土，我们都欢迎。专修敬业的道场啊！啊，道场主众不要超过二十个人，啊，这个道场不化缘，不做会，不传法。 不收徒，不传戒，不应酬金灿佛寺，啊，专一念佛，每天功课跟普通佛器一样。啊，那我们现在提倡的时候呢，啊，他应光大师讲的时候不讲经啊，我们现在提倡的时候要听经，啊，为什么？因为现在人不明理。 那么讲经限于净土的五经一论，除这个之外不讲。啊，可以讲净土宗的五经一论，净土宗祖师的语录，啊，特别是莲池大师的、欧益大师的、印光大师的，我们说成这么一个小范围，大家。 理明白了，方法清楚了。老实念呢，决定成就啊！啊，所以这个道场最好是有讲堂、有念佛堂。啊，讲堂听经不限制，你喜欢听你就听。 啊，你不喜欢听，你就去念佛，以念佛堂为主，以讲堂做辅助，皆心相应，定慧等学，这个是如法的道场。 啊，我们再看下面文，见闻皆精进，同生极乐国。啊，这回向发愿文里头啊，见佛了生死，如佛度一切。啊，这是我们唯一的一个愿望。 我们一定要见阿弥陀佛，在极乐世界修行，把我们的变异分段两种生死，做个了断呐。决定要证得究竟佛果，你才能在十方世界普度众生。 下面无边烦恼断，啊，这是烦恼无尽誓愿断。无量法门修，断烦恼，成就自己的德能；学法门，成就自己的学问，然后才能够兑现。 度众生的愿，啊，誓愿度众生。后面这一句范围就大了，希望一切众生通通成佛道，啊，总愿成佛道，啊，这个比四弘誓愿的境界还要广大。啊，四弘誓愿，佛道无上誓愿成世间自己。 这个是讲所有一切众生，总愿成佛道啊！虚空有尽，我愿无穷。啊，要发这样的大愿呐、啊！这个是跟如来的愿就相应了，没有一丝毫自私自利呀！啊，我断烦恼，是为众生。 我学法门也是为众生，我成佛道还是为众生。为众生才是真正为自己，啊，为自己才是真正害自己。这个道理总是要懂啊。我们有福，给一切众生享。 你是真正有福啊！你那个福永远享不尽。你的福报要是自己享啊，纵然是多生多劫累积的这个福报，往往在一生当中啊，二三十年就享尽了。这一桩事情啊，诸位细细去看看历史上的。 那些帝王啊，做了帝王，那个福报不是一生两生修的啊，多少生修积的福德啊，到这个人间来享福，才能做到帝王啊，他能享几年？ 历代帝王当中，能够活到六十岁的人很少很少啊！啊，我们仔细在历史上看呐、啊，许多帝王三四十岁寿命就到了。啊，纵然他生长在帝王家。 啊，从小就享受富贵，以后继承王位，啊，三四十岁就死了。你就想到多生多劫修习的福报，也不过三四十年就完了。包括他做王子，啊，真正做到帝王的时候，啊，许许多多的帝做帝王的。 都不满十年了，啊！你才想、啊、的，啊！修积的福报要自己想，很快就完了，啊！要给大家想啊！哦，你这个福报源源而来，永远没有间断的，这个好，这真是大福报啊！ 就我们愿要大，要像诸佛菩萨一样啊，虚空有尽，我愿无穷啊！啊，后面这一首也是回向偈啊，是我们净土中的啊，专修净土的回向偈。愿生西方净土中，上平莲花为父母啊，极乐世界没有父母，它不是胎生的。 莲花化身的，把莲花比喻作父母，那不是真的父母啊！叫上品莲花，这这个就是上品上身呐、啊。人要有这个志气啊！我们既然修修这个呃净宗了啊，生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不求上品上生？ 啊，为什么下下品就满意了？啊，其他都可以放下了，这个要求啊，啊，求这说：早一天成佛道，早一天帮助苦难众生，还是为众生，不是为自己呀、啊。 啊，要是为自己不为众生，说老实话，你去不了。为什么呢？你的这个愿跟阿弥陀佛的愿，跟西方极乐世界所有诸上善人之愿不同啊，相违背呀、啊！你去不了啊！一切为众生啊，断烦恼为众生，成佛道为众生。 啊！求上平上升，还是为众生。花开见佛悟无生，不退菩萨为伴侣啊！啊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莲花化身、啊、上平上升到那个地方啊，很快花就开了。 花开代表什么？代表你自己啊，这个不是阿弥陀佛的加持了，是你自己修行的功夫，大到了礼仪心不乱。 我们往生，大多数功夫成片往生的啊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在莲花里面花没开呀、啊。到什么时候花开呢？啊，到正的礼义心不乱，也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因为你在莲花里面，佛来教你啊，诸佛如来来给你讲经说法。 你喜欢修什么法门，都能修得到。不退菩萨，七底上啊，元正三不退的菩萨了，是你的同参道友啊，是你的同学啊，是你在一起学习的朋友啊。这么多好的同参道友，又有诸佛如来来教学。 你想想看，你很快就开悟了，啊，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呢，这个莲花就开了。啊，所以莲花一开呀、啊，这是这是呃，什么是什么境界呢？是宝庄严图。啊，莲花里面是凡身通知土，是方便有豫土，花开之后。 是十八专业图啊，这是你亲政的境界了。所有一切开始赞颂法院 无一不是显示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，无比殊胜。我们听了，我们看了，应当发愿，王生佛国。 这个云真正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啊！彭际清居士讲的好啊，“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人”，啊，我们今天遇到了。 下面是三宝赞当中的法宝赞啊，前面我们读过是赞佛宝啊，这个地方赞法宝啊，这在第二十啊，法宝是难量啊，量是度量，是思量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。 法宝舍难量，就实实在在不可思议啊！啊，我们不要看别的这个经论的，就是现在我们读到的这个三十新年法师，你看看《弥陀经》啊，这个离往生咒。 这里面的战俘法运开始就看这么一点点，已经不可思议了。何况一大长角？啊，实实在在难思难已啊，不可思议。如来金口宣扬。 这个金口是称赞啊！从四相上来看呢，啊，佛是身金色，啊，佛身是金色，啊，所以我们说他的面孔是金面，啊，说他的口是金口，啊，要从理上来讲呢，这个七宝里头金，为什么大家这样重视它？ 金不变啊，其他的片银啊，它会氧化啊，会变成黑色的啊。唯独黄金啊，在任何状况之下呢，它都保持它的本色，它不会变色啊。这是金属里的大家宝贵的啊。那么进口。 就是如来所说的永恒不变啊，这经口有这个意思，表这个意思啊，这一切法是如来经口宣扬的呀啊。龙宫海藏三天香，世尊当年说法。 说完了之后，大龙菩萨把它收集起来，藏在他的图书馆里面，龙宫啊，啊，藏在龙宫里面啊，啊这是指什么呢？大放光佛化眼睛，啊，释迦牟尼佛。 视线初成佛道，在菩提树下，定中所说。啊，时间不长啊，二七日中，啊，有的地方讲三七日中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就算三七吧，在二十一天呢，啊，佛在定中讲。 凡夫无份呐、啊，不能参加如来定中法会呀、啊。啊，所以参与法会的大众啊，是四十一位化身大师啊。我们常讲破一片无名，正一份真心。啊，这样的人呢，才有资格参与。 华严发挥，啊，听佛讲华严经，到如来定中去了，啊，也就是说，设法界里面的人没份了、啊，啊，那我们在华严经上经里面看到许许多多的天众神众。 啊，怎么他们也参加了呢？啊，要知道那些这个杂神众啊，是诸佛是化身菩萨在九法界里头实现的，他不是真的凡夫，他真的凡夫，他怎么能参加这个法会啊？啊，所以神众里头。 也有佛菩萨应化在其中，那些应化的呢，他能够参加。啊，他参加等于说代表这一这一类的众生。啊，不是凡人呐，全是法身菩萨了。那么佛在这么短的时间。 讲了多少呢？讲的太多太多了。佛灭度六百年，龙树菩萨出生了。啊，龙树是出地菩萨，啊，他到龙宫里面去。 看到了《大方广佛花园经》啊，多少分量呢？他说的：“十个大千世界为成机。一似天下为成品。”我们这个世间，没有人能够。 读得进啊！那再看看有没有简单的？呢？好，再看到中本，还不是我们这个世间人能够承受得了的，就分量太多太多了。啊，最后讲到有没有最简单的？大龙菩萨等于说。 把《十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》目录提要拿给他看，啊，就像我们《四库全书》，你们现在在讲堂看到《四库全书》，啊，现在是精装本了，缩小了一千五百册，啊，它有最简单的目录提要，啊，目录提要是精装五册。 这一份东西啊，是纪晓岚编辑的。啊，每一本书，啊，这个书名，什么人住的，啊，在什么年代住的，内容说些什么，简简单单做个提要。这个东西从前给乾隆皇帝看的，乾隆皇帝。 没有时间看这么多书啊，所以他要晓得每一本书讲些什么，特别编一个提要给他。我们今天读的这个《华严经》啊，就是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目录提要啊，你才晓得世尊在定中，定中的时间跟我们现在时间住下的。 要有时差了。啊，大乘经上常,常讲啊，一念可以展开为无量劫，无量劫可以把它浓缩成为一念，念即圆融，啊，所以佛能够在一念之间呢，讲无量无边的佛法，啊，就变成无量劫了。 这时，龙宫海藏三天香啊，啊，大龙菩萨把它收在龙宫里头啊，啊，龙树菩萨传出来的这个《大方方，广佛华严经》十万集。四十品，啊，是属于摩罗提要、啊，觉者送狼寒。 唯有真正觉悟，才好学，才喜欢啊！喜欢受持读诵啊！啊，囊函，现在也没有人懂啊！囊函是什么呢？古时候、啊、收藏书本的寒套。 现在如果诸位看到古装书，啊，外面它有函套把它保护好，啊，那么这个意思、就是，就是就是讲的经卷，那用现在讲的时候呢，就是经本，啊，玉珠。 狭条经写字，这在从行经本，最早的这个经本是写在。 卷上面的啊，跟现在画画一样。所以称为一卷一卷。啊，这一卷经写完之后，把它卷起来，当中有轴。啊，这个轴是用玉做的。啊，用最好的卷，这是对于经典的尊重啊。 把经典看作无上的珍宝啊！啊，这是古时候啊，这个经卷的，我们用现在讲装潢啊，最华贵的来装潢啊，经典啊，字用金写的。 啊，那么现在你要看到，啊，这个样的经卷呢，有些博物馆里头有，啊，有经写的，有影写的，啊，用金银写的，四排秋雁成行。啊，那么这一句是指的。 梵文啊，也可以设设置为呀，这个书法写的非常好，书法精良、整齐啊，繁文横写的啊，到我们中文是直写的。 西藏的文字是直接从梵文文字啊变体过来的，就像这个日本的文字是从中国学去的一样，啊，他们把它改变了，啊，这个关系非常密切，啊，我们今天到日本，说实实在在讲。 就像在中国没有两样，言语虽然不通啊，文字都能看得懂。啊，它每一条街的街名我们都会懂。啊，我们读的声音不一样的，但是文字我们认识，意思懂的。啊，那么这一句，啊，我们现在的把它解释呢，整齐。 字体公正。啊，整齐，这都是对于法宝的尊重啊。谢应三藏取来他啊，这个三藏，大家一看到这一句就想到了玄奘法师啊，唐三藏啊啊，实际上这一句话。 意思很广啊！中国过去到印度取取经学习的法师很多，印度的高僧大德带了这个佛像经卷到中国来的也不少。那个时候，这些翻经的法师都称为三藏法师。那么佛经。 是从汉朝、后汉啊正式传到中国，传来就开始翻译啊，而翻译量最大的是唐朝啊。所以在唐朝的时候，中国大小城十个宗派都建立了啊，可以说。 印度佛法很完整的移植到中国来了啊！唐朝的时候可以说是非常圆满的移植过来了啊！而且呢，变成中国文化的一部分，影响非常广大。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，许许多多的术语都是佛教的。所以赵朴初老居士曾经说的很好啊，他说：“如果我们舍弃了佛教啊，我们就不会说话了。”啊，他说的这个话是真的啊，但是说这个话的时候，懂得的人不多。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。 许许多多术语都是出自于佛经上的，万古为父呀，啊，这就是代代相传呐、啊，流通万世啊，广利众生呐，啊，那么这是。 法宝赞里面的大意，佛事当中有常念的，因为这个佛事的时间长啊，如果很认真。 很真诚的坐下来。这一堂佛事啊，总得要三个小时。啊，三个小时，一般人呢，体力差一点的会感到疲倦的，所以当中有音乐，有唱诵，啊，有绕佛，有活动。 这个许许多多这些善巧方便的配合起来的时候，能让我们很轻松、很愉快，不觉得时间长，也不觉得累啊！真诚心把这趟佛事做圆满，名扬两利也。 是在讲啊，我们做佛事的人的利益最大了。啊，《地藏经》上讲的没错啊，七分功德了，我们自己得六分呐、啊。啊，亡灵鬼神所得到的七分之一，啊，但是这个佛事呢，这个对于亡灵得的利益最殊胜。 因为什么呢？做这个法师的人多啊，不是几个法师他们在做，不是的，这是大众通通可以参与的啊。所以，往往我们现在做这个三十七年佛事在台湾、在中国都是有哎一百多人，甚至于到三百多人啊。你说这个功德多大？ 啊，那这个利益太大了，啊！那么这些道理，我们可以从这个水结晶报告里面呢，能够体会到。啊，集合大众的力量，功德殊胜的，啊，尤其是集合这一些真正有修行的人。 心地清净的人，心地善良的人，啊，他们的心，啊，多多少少与经教相应、啊、做法师当中啊，他能够放下万缘，啊，至少在法会当中这个短短时间当中，他把一切杂念放下了，专心。 来做做这一堂功课，啊！而且人有这么多，有法师来带领，啊！因此，这样的佛寺比其他的佛寺殊胜太多了。啊！你比如说梁皇灿，没有那么多人参与，啊！真正做法师只有几位法师啊。 不是实际参与，但是三十心念法师是实际参与，这个不一样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。